为了推广赛车运动文化，日本普利司通赛道体验日于台中力宝国际赛车场展开。业者表示，针对不同竞赛环境、车主需求，开发高阶运动车胎，打造突破极限的驾乘体验。ブリヂストンは2023年にちょうどモータースポーツ活動を始めまして、60周年の記念するべき年でございます。今までフォーミュラワン、あるいはモト GP、ジャパンスーパー GT、トヨタガズーレーシング、GR86、BRZ などのモータースポーツ活動をしてまいりました。引き続きですね、世界的な有名なモータースポーツ活動をやっていく予定でございます。究極の限界に挑戦するというプレイヤーに徹しまして、今後も引き続き革新的な製品を開発してまいります。ブリヂストンは社会的あるいは顧客価値を最大化するために E8 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その E8 の中でもエモーション、心を動かすモビリティ体験を支えることをですね目標に引き続きですね今後もモータースポーツ活動にですね開発あるいは貢献して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针对不同的竞速环境、车主需求，日本普利司通高阶运动车胎 Potenza Sport 有两个主力产品，包含了 R17RS。以及 Potenza Sport， 其中 RE7RS 适用于专业的车道上，其专注在半荣性的性能，让车主享受追逐赛场单圈的记录，入门赛车竞技时展现最极致的抓地性能。而 Potenza Sport 则是顶级的赛跑车接胎，具备有强大的干湿地抓地力、操控以及刹车性能。是热血车迷、高性能玩家以及跑车车主的最佳选择。现场除了有跑车在赛道上奔驰，还有专业车手讲座，让车主体验竞速快感的同时，也能累积车胎的相关知识。这三十年来，在普利司通的帮助之下，产品的知识、技术啊，跟设备都有所提升。在激烈的轮胎市场中，拥有的就是独家的优势。会来赛道日的呢，他不只是喜欢车，他还要够热血。赛道呢，其实是比在山路还要再激烈至少三倍。不管是人的体力，不管是专注力，而且就连车辆的极限发挥也是，等于你在这么极限的状态下，要考验你的驾驶技巧，还有你跟车、人跟车之间的沟通。有一个好的单位可以去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让我们可以专心，然后可以去体验自己的车子，跟自己的车子对话。新闻新闻网台中采访报道。